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，不应损害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，不应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，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。亚太地区不需要军事集团，更不需要挑动阵营对抗、鼓动新冷战的小圈子。任何损害本地区和平稳定、破坏本地区团结合作的行径，都将招致地区人民的警惕和共同反对。二战时，日本曾对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，负有严重的历史罪责。日本应认真反省侵略历史，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行。